嗯，你说，拉一个快的还是慢的吧？拉一个先快后慢的。OK，、啊、好，好，来，等一下，嗯 ，OK， 你好。你有话一次讲完，我年纪大了，我很辛苦哎。我来拉一首，是用 classical 音乐跟很久以前的中国音乐加起来，就是一首经典的古典的音乐和中国音乐结合起来的。对，还有吗？没有了，确定不讲了。OK， 那我回去了。好 ，OK。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就是被你带坏的这帮孩子，我跟你说吧，有慢的，有快的。他果然还是说了一句。做好本职工作。对呀。OK。 很棒，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做到了有快有慢，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刚才这个曲子里面有非常多很高难度技巧的地方，就显示出这些孩子真的是下过苦功的。谢谢 Henry， 谢谢，谢谢啦。好，请坐。